亲爱的贵宾你好，我是中华民国车辆进口商协会理事长，也是宾总汽车总经理马财神。宾总汽车25周岁，在这9000多个日子，感谢您不断的给予支持鼓励，使得我们也有了一点成绩。然而还有很多尚待努力的地方，需要您给予更多的指导与鞭策。宾总汽车新厂在科技、环保、人文的诉求下，呈现了领导汽车业的新风貌。期盼您给予机会，光临体验。敬祝事业发达，家庭安稳。谢谢。